沙田咁远都要出到嚟湾仔揾我哋 Tiwa Lighting 买风扇。大家好，其实呢一位客人呢，佢新屋入伙，新居呢就喺大围嘅名城，一期五座，使用面积呢系785尺，楼底呢系大约9尺8寸高嘅。諗住呢买一把风扇，但呢原来客人嘅屋企人呢7年前呢就已经帮衬过我哋 Tiwa Lighting 买风扇啦。觉得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是非常好，所以就推介客人要来我们湾仔1800尺只知一家的门市选购风扇，还有顺便亲身感受一下风扇的风力和光度。客人上到我们湾仔门市和 Tommy 师傅查询风扇的款式， Tommy 师傅得知原来客人是住在大围名城，都立刻分享我们公司其实有很多客人都是住在沙田区，所以对于区内的屋苑室内布局是非常清楚的。之后 Tommy 师傅再分析了客人的室内长阔高、楼底等等的资料，再看完客人提供的装修、家私的图片和室内设计的喜好之后，就推荐了这一支 Tiwa Lighting 自家推出的42寸木纹三叶的天花吊线给客人。好了，我们即刻去片看看装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。如果大家看的就是我们 Tiwa Lighting 自家推出的42寸木纹三叶天花吊线。由于客人屋企是比较多木色的家私，所以就特别选购这个木纹色去衬托屋企的家私。风扇原装是附送遥控，一个遥控就可以控制整个风扇的功能。风扇的灯具部分是使用 LED 光源，可以自由调节色温，包括黄光的 3000K、 自然光的 4000K 和白光的 6500K。 风扇使用 DC 变频摩打支援正吹、逆吹，春天可以配合抽湿机，夏天可以配合冷气机，秋天可以配合放湿机，冬天可以配合暖风机，一年四季都啱用的。现在只要成为 Tiwa Lighting 的会员，买这个风扇，再参加我们的全方位安装保养服务，就会包5年的零件，再加5年的免费上门维修保养。只要不是人为的损坏，保养期内不用找楼下的水电铺，打给我们 Tiwa Lighting 就 OK 的了。我们还有7天的上门维修承诺，只要我们收到替补零件之后，7天之内就会安排师傅上门帮客人维修的了，这样就可以安心又放心地用我们的产品了。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把 Tiwa Lighting 自家推出的42寸木纹三叶风扇有兴趣的话，那就不要犹豫了，快点上来我们湾仔1800尺只此一家的陈列室参观选购了。